多謝亞洲金融科技師學會頒發保險科技白金獎俾南十字保險，能夠獲得各位專家對我哋喺保險科技應用上邊所作出嘅創新同埋突破方面嘅肯定，我哋團隊上下都感到十分之鼓舞。南十字多年來積極推動保險產品同埋服務嘅創新，在數碼化保險服務上面更加可謂先行者。我們早在2000年的時候已經推出了網上投保平台，為客戶帶來嶄新的保險服務。今年我們踏入50週年了，在保險科技應用上面將會更進一步，率先利用 Blockchain 區塊鏈的技術支援我們將會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無論在保險索償、保單管理、投保甚至醫療網絡服務上面，都會帶給客戶更加安全、簡單、快捷和可靠的保險服務體驗。在未來的日子，南十字將會繼續推陳出新，精益求精，將日新月異的保險科技更加有效地應用在我們的產品和服務上面，務求為客戶帶來最優質的服務體驗，成為他們最值得信賴的保險夥伴。